总会经历1300多个日子，聚集超过2000组的达人表演，他们来自各地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想讲述。在这个舞台上，他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荣耀、竞争、梦想。现在，全民海选的时代正式来临。超级达人海选评选标准，只要舞台上的演出获得3位评审以上的认同，即可获得进棚争夺年度超级达人的门票。更大的舞台，更多的掌声，谁会是下一个登上小巨蛋的超级巨星？钻石夜总会，梦想正式引爆。为了能登上年度盛事红白艺能大赏，与巨星们同台演出，许多精彩表演达人们无不绞尽脑汁，想要赢得评审们的青睐。结合本土八家将文化与肚皮舞蹈的中陪下妹，郭楚珍老师带给评审们创新的视觉震撼，